花照红分享这一次呢，我现在在台中的回响艺文山影空间。今晚呢，我非常兴奋，因为呢，我要作为高蕾雅 Total 音乐会的特邀嘉宾。那你今天会演唱很多首歌曲？对，今天主要演唱就是我一些这一阵子的创作，还有一些创作这样子。所以到时候蕾雅姐还会有其他的场次？对，因为这次台中算是我的第一场。那其实在10月4号的时候，在台北西门的河岸留言还会有一场演出，到时候一定可以来。真的，但是最主要听到最好听的那一首《偷偷》就好。对，《偷偷》一定会唱给大家听。嗯，谢谢谢谢蕾雅姐。至少不必再偷偷偷偷再联络，傻呀傻狗。